我畢業了，可以投考警察。有冇警察可以幫我處理呢件事？我必須要警察。係啦，我哋唔知道，我先講翻個事。憑住誠信、尊嚴、公正、無私同埋關懷嘅心，警隊會繼續維持香港社會安全穩定。加入警隊，維護法紀。我大個要做警察。